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恐怖游戏啊。然后我们看到啊，这个人物这个版本是没有那个中文的，没有中文，都是英文的。啊，我们开始的话这边拿个手电筒啊，手电筒这一般都是啊正常恐怖游戏都有的。我们先出来这个门，这款游戏挺恐怖的。这开头。看着这种情节，好。跑。鬼呢？鬼不出来了吗？别笑。慢点，那个走了。啥鬼？我跑过去，跑过去，我等一下鬼出来，我没地方躲呀。I can't get through. 赶紧跑回去。是不是要抓只老鼠？这个老鼠，这老鼠好像可以抓呀。啊，我这边看有没有老鼠。这边抓一只出来了，救救救救救！那这老鼠怎么放啊？哎，0.5公斤，老鼠怎么丢？我想把它丢掉。哦，没了，我手里还一直抓，抓着不是坐死吗？我抓这只老鼠干嘛？这鬼不出来呀！鬼应该会出来。I wonder if anyone else is here. Anything else? 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哇，出来了！但是出来的时机好像不太对哦。看能不能赶紧跑回去。啊！哦，不不。哇，血溅满地啊，像猪在吃啥一样。哦，上帝啊，别这样好吗？才刚开始就这么的残忍。What is this place? 哦，好吧，我们重新，这游戏不是原地重生的啊，它是。我们先把那个鬼引开呀、啊，不然没办法执行任务。我们先跑出去看他会不会跑出来。跑出来了，这么快！哎，我看，快到他！哦不，不会吧？他跑得这么快？完蛋，完蛋，真是完蛋！他就在我屁股后面的。别！我能不能偷偷看你一下？我们偷偷看你一下，能？来，来呀，咬我呀，来呀！我手电筒没开啊！哦，他跑进去，他跑进去了，他又过来。哦天哪，别这样啊，大哥！大哥，你怎么跑？哇 ！Oh no！ 嗯，好吃吧？哎呦，我刚出去，刚要引他，他就很快的。马上就把我那
给那个了，给抓住了。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跑过去了？没理由啊！得想办法把他引开呀、啊！我想办法把他引开。没有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没错。没错，我这样子躲着他就不要了。Since the lightning can't get in here, I'm fine. 诶，人呢？他不会又说他已经追到我前面来了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好，这次应该是没问题的啊，这次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嗯，对，这位大哥在干嘛？他等一下又敲一下门。哎，没动静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了？进去偷偷看一下啊，进去偷偷看一下，不会就在又在我前面吧？别吓我！又躲回去。我赶紧又躲着他就在那个门前那边来了，不会啊，这样子又没法玩了，我又让他发现了，所以让他发现了，他又跑到这边来，奇怪，要怎么把他引开？应该是要把他引开的。但是他为什么发现的这么快呢？哦，我下次大胆一点啊！哦，这游戏怎么这样？我得想办法嘛，把那家伙给引开，把那火给引开。手电筒，这是重要的道具啊。他为什么出现的很快啊？他。Are these doors locked to keep me out, or to keep something else in? I don't want to know.出来、啊、这次怎么不出来呢、啊、这不出来就不好玩了，快点出来呀、啊、大哥，哎，我跑过去然后敲一下门赶紧回来，这得跑多远？这估计得到那边去。其实躲在这下面，鬼也咬不到你，但是你没办法执行任务啊，他就走在你旁边，你逃不掉的。逃不掉，是不是逃不掉？哎呦！哎，不见了，那只鬼不见了。那我这边跑一跑，等他出来我就完蛋了。Since the lightning can't get in here, I'm fine. Oh, I'm躲在这，躲在这没用啊。
他跑过来还是一样得死。他估计已经跑过来了，在路上出来了。手电筒开一下。哎，等他再拍一下门，我赶紧逃回去。来，开，开，我去。哦，对对对，赶紧跑，赶紧跑啊！躲在这就没事了啊，躲在这。但是他会过来，看到没有？就在这墙壁，就在这墙壁上，他会穿墙啊！我的天，他锁在这，锁在这啊，锁在这，我知道。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啊！赶紧回去，乖一点，赶紧回去啊！回去，回去。Oh no, no.你再回去拍一下门吧，好吧，大哥，再回去拍一下门，我再跑一趟，我就能躲过去了。他不回去啊，我的天哪，他锁在上面，锁在上面，他锁在上面啊。这个应该不是门啊，这边应该没有门。他就在我旁边的手，你看他指甲好长，指甲好长，指甲好长。我出去必死无疑啊！我出去，但是不出去又没办法执行任务。别说话，傻呀！这种死到临头了还说话？哎，他在那，他在那。OK，OK， 顺利啊，顺利，帅呆了！别来啊，别来，大哥！啊！我差一步我就可以得手了。哇！这怎么玩啊？这游戏有毒啊 ！Where am I? What is this place? I need to get out.我来看一下啊！哎呀，要么你就赶紧出来呀！开始不出来，然后我跑到那边他才出来，我就不好跟他玩躲猫猫了。不然我可以把他引开。跑出来！他又不出来，算了，我得又得跑到。对面去他才会出来，这个时候他一开始出来还比较好一点呢。这样子我的跑眼的话又得跟他玩躲猫猫。What the hell was that? Oh shit！ 他会跑过来的，等一下，等他再拍一次。我们就跑，往回跑。哎，他刚好出来，我刚好又躲进去，这好险啊！哎，大哥，你很帅，我知道的啊。偷偷看我一下，来，来 ，Oh my god， 又没声音了。
啊，其实我可以关闭这个手电筒啊，慢慢爬过去，他应该是找不到我。这样子慢慢爬过去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出来。What was that? I think I'm hearing things. Oh, my God, I'm so tired.老鼠在这，它就在我身，这老鼠给我挡着，混蛋，走开！哎，它手，看到它的手没有？没有手没有？它一下来呀、啊，就可以把我的脖子给掐断了。没事，我们慢慢赢。啊！这，难受。哇，这要怎么躲呀？躲不过去呀！他一开始不出来呀，他现在一开始不出来，开始的时候开始可以出来，现在一开始又不出来。不出来，现在没办法了。是走几步啊？走几步，然后他那个。哦，上帝！Are these doors bolted to keep me out, or to keep something else in? I don't know. I 感觉要跑太快了，拉不出来。哎，这后面有房间了。外面房间好像没啥东西的，这后面的房间这边有两个门。一直喘气啊，这个鬼太厉害了，他如影随形啊。如影随形。里面没有任何道具啊，一般都是找钥匙啊，找钥匙开门出去。那现在我们在这房间里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。I really hope those bags are what I think they are. 这好像是垃圾袋，矿泉水。我们继续把那只鬼给引出来。那只鬼就是从这个地方了，这个门出来的，把它派开的，或者是就是从哪出来。又得让我跑到那边去啊，他才会出来。这样子就不好跑。出来了。What the hell was that? 啊！这样子咋办？就在我旁边。其实我在这边不能让他知道了。让他知道，他现在跑步，他现在。Lightning and monsters and rats, oh my!
卷子他不走啊，他现在去卷子管着我，所以我没地方跑呀。他在那边，我移动，我偷偷移动，哦，他跑进去了，他跑进去了，是不是？他穿墙进去了，这鬼会穿墙。哎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嗯，他要是那个门再去拍一下，哦，我有机会了。其实我还有机会的，真的。我感觉好像卡住了，我移不出去。去拍门我就有机会，但是我走不出来呀，奇怪，我好像卡在里面了，好像卡住了，我天哪，我卡住了，这鬼都不奈何不了我了，你干脆给我个痛快，我的天，干脆给我个痛快啊，我的天，我卡在这里啊，我站不起来也走不出去啊，不知道为何站，你看我站不出来，站不起来也移不出去，你看他好像也看不到我啊，我好像是卡游戏了，在这边转圈圈，别开玩笑，来呀，我也会赚钱啊，我是卡住了，这模型做的不好啊，这模型连桌子都穿，这鬼的可以穿墙，其实鬼穿墙也是算合理的，但是你看我就在他面前，你看就脸对脸他都不咬我，哎，没你看这人不像人，鬼不像，我站不起来，就在他面前，但是，哎，完了，我卡游戏了，咋办？我卡游戏，我看能不能重新来，重新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刚才那卡游戏的，没办法。Where am I? What is this place? I need to get out. 这游戏真的难，真的难，难度挺大的。一开始这鬼就追着你不放了，然后你也就那个，哎，不会一开始门就打不开了。其实我刚才躲在那个位置就对了，有机会的，真的。真的是有机会的。Lightning and monsters and rats, oh my! 完蛋，他又不出来。我跑回去。这老鼠给抓起来了，抓这老鼠也不知道干嘛用。哎，这个门怎么过不去了？都是这只老鼠。这个门怎么出不去了？哎，之前好像是可以啊。刚才就卡在这边了，刚才就卡在这里。
现在就可以站起来，刚才是真的卡住了，是实在没办法。其实这个椅子挡在这边挺费我事。What the hell was that？ 没办法，只能躲在这儿。先把手电筒关掉，等他再拍一次，我们再往回跑。哎，前面的门好像是不能进去啊。再回去拍一次人，我就有机会了。他是这样子走的，走路是这样子。感觉老鼠被他给吃了。我很想一拳给他呀！哦，他你看他走路那种样子，用爬的啊。主要是它会穿墙，这游戏设计的稍微有点那个，这模型碰撞还是稍微有点问题。This whole place is broken。哎，他怎么不去开门呢？再去开一次门。哎，没有那声音了。看到他在墙里面了、啊。如果一旦跑出来，他我们不要站起来呀，再慢慢爬过来，有机会的，应该是有机会过去。哦，你看，看到别吓我呀，大哥，我慢慢过来而已啊。我们是往这边走，没有看到他。他好像就在我旁边。哇！我是不是人挡着他？我怎么会走不过去？我应该走那一边才对呀、啊。嗯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